今天晚上第四场的比赛，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联一和联二队，因为这两个队伍，姚金楠这两个队伍都是国家队的选手，高低杠。分正涛后跃至高杠，然后是帕克空翻去到低杠，换杠属于飞行，登杠弧形。该环180，臂转，零转，再接一个地组空翻，这样就1-1-D的连接。零转180，又是个一组的转体。好的，后置两周下，按质按量的完成了。